现年35岁的香港唱作女歌手王菀之，11月28号跟唱作人苏卓航举行婚礼。王菀之的一众圈中好友包括吴君如、杨千嬅、容祖儿、王祖蓝、张敬轩和黄伟文等到场祝贺。由于婚礼属于私人性质，场内的精彩程度我们只能透过官方发布的照片去感受。王菀之举行完婚礼之后到场外接受媒体的祝贺，不过她的老公就太过害羞不敢出现。第一次听到佢点样称呼我咯，唔讲啦，唔讲啦。王菀之表示自己心情一点也不紧张，反而是因为要准备太多的事情，让自己觉得非常忙碌。婚礼上，王菀之的父母相当感动。王菀之自曝爸爸最不舍得，系啊，佢话唔舍得，系啊，唔舍得将个女交俾人。跟住但想下，其实交完之后我都是会一样是他的乖乖女嘅啫。王菀之跟男友志趣相投，对婚礼仪式都采取相当随性的态度。除了婚礼的场地是一个礼拜前才确定的之外，两人的结婚礼服也堪称经典。王菀之的蕾丝公主装勉强跟婚礼沾边，不过新郎官的牛仔裤运动鞋又是几个意思呢？两个一起啦。同埋個皇冠就係佢我哋去，因為嗰個結婚相係喺日本嗰度影嘅，咁所以喺嗰度買咗呢個皇冠去送俾我，就係今日戴嘅咯。咁今日我自己嗰個花球都係喺日本嘅一間嗰啲博物館，唔係博物館，gallery 嗰度買嘅。優酷全娛樂香港報道。现年35岁的香港唱作女歌手王菀之，11月28号跟唱作人苏卓航举行婚礼。王菀之的一众圈中好友包括吴君如、杨千嬅、容祖儿、王祖蓝、张敬轩和黄伟文等到场祝贺。由于婚礼属于私人性质，场内的精彩程度我们只能透过官方发布的照片去感受。王菀之举行完婚礼之后到场外接受媒体的祝贺，不过她的老公就太过害羞不敢出现。第一次聽到佢點樣稱呼我咯，唔講啦。王菀之表示自己心情一點也不緊張，反而是因為要準備太多的事情，讓自己覺得非常忙碌。婚禮上，王菀之的父母相當感動。王菀之自曝爸爸最不捨得，係啊，佢話唔捨得，係啊，唔捨得將個女交俾人。跟住但想下，其实交完之后我都是会一样是他的乖乖女嘅啫。王菀之跟男友志趣相投，对婚礼仪式都采取相当随性的态度。除了婚礼的场地是一个礼拜前才确定的之外，两人的结婚礼服也堪称经典。王菀之的蕾丝公主装勉强跟婚礼沾边，不过新郎官的牛仔裤运动鞋又是几个意思呢？两个一起啦。同埋個皇冠就係佢我哋去，因為嗰個結婚相係喺日本嗰度影嘅，咁所以喺嗰度買咗呢個皇冠去送俾我，就係今日戴嘅咯。咁今日我自己嗰個花球都係喺日本嘅一間嗰啲博物館，唔係博物館，gallery 嗰度買嘅。優酷全娛樂香港報道。